希望生命健康，护道大会，哲学博士孙大强先生护道大会。在台南县立综合体育场，家乐湖北边综合体育场。哦，感恩感恩，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。哦，还有十字架呀，感恩感恩啊，谢谢谢谢。嘿嘿，感恩。他今晚哪？他今晚哪有？他今晚哪有赢那客？感恩感恩。哦。哦，辛苦，我看你很热哈。哦，好棒啊！好棒好棒。今天一讲哎呀。太血糖了哈！哇，那我举手开哦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，我举手开呢。每一个人都能够变正。就是，他就是让你，不要叫人显现，就是你自己要亲自对我们每一个说话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深的经历你，更深的认识你，更深的接受你，要成为个人的救主。谢谢主耶稣，你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不快捷呢？哈，人那不快捷。接下来我们敬拜赞美，请陈美玲姐妹带。